记者王莹娟台北报道， Longchamp 秋冬主打包 Amazon 已经悄悄爬上当红剧集女星肩膀。当红韩剧金秘书朴敏英于剧中背粉红色牛皮款展现妇女人味的专业形象，《延禧攻略》中的高贵妃谭卓则在机场被目击背就红色小羊皮 Amazon Made Last。 另一个优良是范泽菲品牌代言人超模 Kendall Jenner 莫属，无论是穿住帅气的红色裤装展现干练的都会上班族形象，或是穿住潮 T 的修肩装扮，搭配同一款黑色牛皮 Amazon 肩背包都超有型。然而最吸睛的莫过于安心亚穿住低胸黑色拼接洋装斜背酒红色小羊皮 Amazon Made Last。